大师精神书院气派。现在那个你要找学校啊，门口是只要有一公安，一个特大的公安的，一般都是学校。这是内蒙的名校赤峰市田家炳中学，叫内蒙古师范大学锦山实验中学。你看这大门门口都是有警察，哎，就是警察这门比学校这门都大。学校现在了不得，门口有公共汽车站。你看我走过来，一路公共汽车，对面门口有医院，有各种那个服务设施，有高级饭馆。我现在要去的这个步步高升就是高级饭馆。一句，这锦山在哪儿呢？那北京人都知道承德外八庙吧，承德避暑山庄。你到承德才走了一半，再走一承德这么远就是锦山了。哎，就是锦山。哎，这学校就是锦山的好学校。这学校题名的是谁啊？是启功。这是金毛还是拉布拉多呀？金毛。那你这毛太短了，又都跟当地土狗都配着，都变成不像金毛了。对，我们才是纯的。这纯的，我们有血统的，有血统的，有证，有证，有证。嘿，你说，哎，你说这个，你说它是金毛，谁信呢？大家好好看看，好好看看我们品相。这个，看看。没变。让我们看看。嘿，我，还站起来，姑娘。这脸像拉布拉多。错。这金毛。啥？嘿，这是金毛。这叫金毛，这叫金毛，我不敢说啊。哎，这叫金毛，我就是孔老二了。步步高升。哎哎，步步高升，升到你这儿。这是内蒙古赤峰。哎，谢谢你。都是小面，多好这个！哎，大蒜，对，弄两边大蒜，对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分析收款21元，对，还比昨天便宜。多少钱？合了，这字儿念合了，合了是压出来的，一般是荞麦。34元43元36元。您先坐这儿。没事没事，你先找一个证吧。48+3=51。不哭不哭不哭。56啊。还是吧。对面是学区房，啊，你看那个这学区房叫大师精神书院学派，凡是学区房门口都是一派出所，就是保护啊。过去那个县里边知县都不管秀才，为什么？因为秀才一旦一考上啊，读书人一考上秀才，啊，接着中举进士，皇帝一点翰林，知县七品芝麻官。全中国才3000多个县，那秀才一代要是那个，然后中原文化叫往北，越过长城，影响，那叫什么游牧文明啊？我这地儿是内蒙的赤峰，学区房门口的饭馆物价都比别的地儿高，步步高升，步步高升。啊，其实里边只有刀削面，叫幸福面吧。
一般要考到这个高等学校，在当地就是清华北大。中国的学校教育就是要选择最优秀的人才，为国家服务，为党和人民服务。幸福面吧，你看看蒙古字，你要这叫二店，肯定还是连锁店。你要上苏联，你要上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，还有内蒙那些地，不是外蒙啊，什么温多尔汗，就林彪飞的那地儿，飞林彪不往乌兰巴托飞吗？没飞到，乌兰就是红色，巴托是英雄，红色英雄红军城，啊，1921年红军解放的城市，大师精神，书院气派，然后这熬汗拔面，荞面合了，炸酱面，手工水饺，哎，那摔着你，步步高升，你那一出溜就下来了，你看人都走这边步步高升，是吧？这台阶本来就陡，对，跟着你爷爷奶奶吧，不是，爸爸妈妈，不是叔叔的，哦，叔叔的，嘿，步步高升。步步高升，幸福面吧，多好啊，真是好。你冷吗？我冷，我一吃您面我心里就热了。这是干啥的啊？我就把您这面我没吃过，我把它记录下来。您是蒙族吗？我是蒙族。是蒙族吧？这边我发现那个您会蒙话吗？会不多哈，一般人这边蒙族会说蒙语的都不多。别太咸，没事，咸一会儿。这个面好吃。好吃哈。好吃。对。这个就是蒙古族就喜欢有这种流苏啊，这个，就咱看着就是玻璃，其实人家看都叫水肿，啊，那个叫什么水肿？那个，翡翠，这些什么呀？奇亚籽儿。刚才那小孩哭着就都喝这个奇亚籽儿。花生，花生4块。北京周边老百姓蛋白质好多都是靠花生啊，比如山东花生。那时候那个季老上学，每天晚上特纠结，就是不敢找他，找他叔叔。要饭钱，因为他是寄人篱下呀，尤其然后他婶儿老扯闲话。你看这些都，我刚才一进来没拍着。你看这些穿着军装的，都是考上当地最好学校的小孩。当地都时髦，穿迷彩服。大师书院，大师精神。那时候季羡林就是到济南上一中，你看。是吧？学校门口都是公安，都走着公安的门进去。赤峰市田家炳中学，启功写的，启功到处写字儿。启功教室，那是季羡林每天早上不敢，前一天夜里睡不着觉。辗转反侧，就惦记找他们家婶儿要饭钱，所以他就练成了特纠结的性格啊。然后家里我不知道几个大子儿啊，我这数不准。这个学生是有病了的，没参加那个，但是你能看出来，也是穿的。我问问他，我说。你们校服都是迷彩服啊？不是，不愿意说话。季羡林呢，比如要了5个大子儿，5个大子儿呢，
假设能买五包花生米，季老就把这五包花生米给拆开，拆开之后把这五包弄成八包，哎，然后他再到他们同学里边，他批发来了他再零售，零售给他们同学，他就挣出三包的钱来。嗯，这三包钱这三颗花生米他就给吃了，然后他就挣钱。所以季老从小就有经营头脑，从小就有经营头脑。我就跑他们学校门口，小孩都不理我，不说话。我问他，我说你们怎么校服都是迷彩服啊？立刻好几个人，把我给弄一边儿。他们不敢说话是吧？不敢说话。这我们还吃的传统的拉面哈，但是你看现在小孩都不吃这个。三声有姓，哎，学校不是怎么教的？写一个他妈姓，桃李姓那姓，启动人生。芒顿、青梅水儿，全都这个小甜水儿，而且小甜水儿都用的是谐音字、错别字。他就在学校的对面。嗯，我这两天学关羽，我这儿叫呲，不是我这瞎呲啊，这胡子、嘴唇上面的胡子叫呲。李梦华他大儿子李海黎大哥说我这是呲派，整天也不敢像人家似的大声说话，我老是呲。就是放颠屁，呲，这叫呲。嘴以下叫虚，啊，嘴边上到耳朵以下这叫染，没染公关羽，没染公朱仝都是这染，啊，有耳朵往上这叫鬓，往上叫发，说岳飞怒发冲冠就是上面那个。老苗出来，老苗一辈子为人夫，插过队。是吧？当过农民，当过工人，当过工程师，当过工程师，这一辈子就全都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里边那个畅游，所以他一到点儿啊，他就说必须吃饭。我出来吃不吃饭无所谓，我一辈子从小啊，我就纪律性差。哎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能考上批大，但我入不了团，因为我们家出身不好。我们全班唯一入不了团的就是我，后来我进了批大，我连入团带入党啊，四年多一点全部完成。嗯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学院里边那句话，在那里逗号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。嗯，所以我就觉得自由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叫老苗这个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，我那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，我就不需要按点吃饭，所以他每天一按点吃饭对我是一负担。比如现在你看他一大碗面特喽特喽快给吃完了，我这碗面一点没动呢。嗯，他特热情，本来今天早上要去一个当地美食城，赤峰锦绣山美食城，我就说那反正叫美食城的都是刚兴先修的，首先把房租打里边，吃一碗面都得别地儿贵两块钱，是房租水电钱。我们尽量找一摊儿呢，我们都跟老板聊着啊，聊得比较好，人都不好意思往里吐唾沫。然后呢，重要的是大蒜，嗯，只要吃点大蒜一消毒。就得了，再有就是吃鸡蛋，鸡蛋特容易坏，而且鸡蛋老百姓都是，哎，如果不放冰箱里，一夏天就一过夏天，半个月那鸡蛋就坏，所以你出来吃那鸡蛋，基本上全是好的。还有一东西吃什么？西红柿，西红柿这东西也特容易烂。这边赤峰说出一种西红柿，这西红柿咱们北京人都吃不着，咱们那吃西红柿都好多汤啊，一挤西红柿漏了，这边西红柿肉多，嗯，主要是肉，嗯，水少就特别硬，那肉是特别硬，没事您扔里就行，嗯，
他这算不是心算，咱这老头反正也不跟人接吻，这臭蒜味儿人家也不管，胡子拉碴的臭功夫人躲着咱们，贼都不走，贼都不，贼见咱们都躲着。这一大碗面我真吃，我也吃不了。刚才我跟老板说，我说您这够实在的，能这么大一碗？对，少给点面，多给我们点别的。现在小孩也都不吃这个了，你看这个，三生有幸，启动人生，我就看，这就是谐音别字。对，满到处是谐音是别字，读出来吧。然后都是吃的挺胖，都比我还胖，都吃的，男孩不长胡子，全小鲜肉。要在中东，这没胡子的人都说不行，没能力哈，能力不行。中国古代也是叫嘴上没毛办事不牢，没长毛呢，叫黄染，叫黄口小儿，说你他妈的黄嘴麻雀呢，还没，别乱说了，一会儿老板给咱轰出去，是金毛，而且有证。现在可见哪儿都是不看这狗，明明长得一个杂种样，非得说是金毛，还说有证。现在上学就是为了考证，我不看证，我都是试试，是吧？现在男的女的你都不能看他证，是吧？我认识一金星，原来男的变女的了，有证。